好，各位伙伴，接下来呢，有点晚了哈，就我把这个讲完之后呢，就休息一下，明天再来讲英文的专利 ，Google Scholar 跟那个 PubMed 怎么查询啊，怎么查询？那我会的只是基本技巧，但是也许对你们够用。那未来你们在进阶的时候，也许你们需要做不同的事情，你们再去学更多的技巧。至少我这边可以带大家进门啊。好，那台湾专利的时候就是一样专利。好，那专利的话是在这个地方哈。那专利检索我会的比较少，我第一次检索是在硕班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想知道这个主题里面有没有台湾的专利。好，那同样的模式学会之后，再去查国外的模式专利会比较会可以熟悉哈。来这边全球专利查询，这个我没有用过，我用的是 Google Patent 或者是那个 US Patent 啊。这边等一下，来这边，好，这边怎么查询？老师我也不知道，但是网络一定有很多教学文，或者我们的经验看大同小异哈。那我们先专注在台湾专利上面。好，这边好，那这边呢不限栏位的话，那我们想知道不限栏位的话，我先故意设计油脂酸价，好吧，酸价好，酸价会比较油脂会很多，酸价会比较少。好，那试试看呢，我不设这些东西来按下去检索几千笔吧，油脂的非油脂的。好，这边未发泡，这边有酸价吗？没有，冷冻这完全不是我们要的。好，然后这边具有代谢量一人有，这个跟酸价有关系吗？不知道。好，那这边看几笔资料，7000多笔。好，那暂停，发明、新型、新式样。好，那发明专利的话，它 I 开头的，像你们看到 I 开头的。下次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的专利哦。那请问是什么专利？新发明、新型、新式样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新型、新式样，听说有申请就会过。好，那价值比较低，发明专利比较高。好像我学长的顾问公司，他就压迫大家一定时间内要产出发明专利，发明专利啊。好，来，这个不是我们要的，那我回到酸价对不对？我第一个我会用油脂酸价，我也可以限定栏位、资料范围、检索设定。好。你可以设定不一样的东西啊，这边不是我要的，你可以选择发明新型新式样不要。等一下我查统一查理王给你看。因为有一次食品工厂管理的时候，我设定那个，因为这个也有专利哦。后来我想到我读大学的时候有参加那个发明创造社，有请外面的老师来讲那个专利的事情，哦，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个细节跟我们想的不一样齁。好来，那我清空。资料范围，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摘要，我想选择摘要好了哈。好，来摘要加 abstract， OK。等一下，我先看栏位代码。摘要 AB， 好 AB， 啊、哦、OK， 那我打哪边？应该是这里。是这样子，我猜啦，我也没证据，我用的是别的方法哈，因为它有点修正哈，酸价 8AB， 试试看，按检索，所以它摘要里面有的话，几笔509笔，哈哈哈哈哈哈 ，OK， 润滑油、硬化脂肪完全不是我要的，对，有两个做法，第一个我们刚才学到说，在摘要里面再加上油脂也有可能是。汽车、机车、机油也有可能是食品用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回去看。啊，我换个地方，我换标题好了，我换到我看好戏啊，这个可不可以？我模仿它好，我模仿它。小写的括号 ，at a b， 我打个油脂。检索，只要少于500笔就代表设定是对的，所以我那边设定说，因为它可能不能用逗号，好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不晓得，我也没用过这个，我以前用的是别的啊、哦。好，来，那我栏位代码，
标题 title 对，我才是 title 摘要叙述。专利范围 title 大家叫 TI， 好 OK， 好，这边换成 TI。好，申请。有时酸价里面放在 title 几篇，三篇利用，甚至才有不是。这个我们在另外地方看过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假设是这一个的时候，好，假设这个的时候呢？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专利。2017年申请号105年。好，来，我看一下是这个。未审查公开。公开公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Ctrl 加，放大放大放大。好，这边的话是那个公开编号，实际审查，发明，发明人。日本公司代理人，好，总共几页？总共一页。进行煅烧，平均粒径是多少？没了。所以他有没有通过？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那所以他不会写。我也不知道嘞，抱歉，我这个我没有懂那么多。来，我回头啊来看，因为他这里写，他以后一般通过写个 I， 现在通过写 I 就代表通过的，这个我知道。哦。对啊，这边没有写 I 的话，可能还是在申请当中。有申请这么久？我也不知道，然后这个我们不熟，对我只是示范一下这个哦。好来，那我还是看有没有其他的，又可以油脂又可以酸价的。好来，全部结果，当前解锁专利节目，等一下，专利检索，同义词扩展，等一下，他们比较用旧型的方法，辅助查询，好，我看一下辅助查询，个案同义词公式不是这个，检索历史不是，出处不是，专利检索。专利检索新 ，OK， 好，所以它标题的地方还要关闭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试试看了，上次降低酸价，好按。试试看，在同样是我看500几篇，看看会不会。放在同样那一篇嘛，哦，好 ，OK， 好来。所以这边的话，它会把降低酸价的那些词放在那个 abstract 里面，但是目前看起来不是我觉得应该有，但是可能我下的方法不对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先暂时示范在这边。好，那我示范另外一个东西。叫做查理王好来，那这边呢那个怎么砍掉检索代号检索代码申请号申请人好申请人 AX 好统一194页，冷冻肉品解冻方法，来看一下，有个 I 这个已经通过了啊，来看一下核准，好，专利公报没有核准，哎，好，来我看看，好，发明人吴佩珍，统一企业，好，然后有这些东西，可能我要用那个，我不要用那个，我要用那个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好，先把复制起来。复制好来，冷冻肉品的解冻方法，这是发明了。来开始专利范围包括
准备一个解冻水进行杀菌程序的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，请求项目一的方法，透过什么什么请求的，那东西不是我们写的，那东西也不懂。然后解冻水的总生菌数小于多少，有这些东西，好，步骤流程。好，大家画图。好，然后这个我不懂哦，这个、不懂啊，没，这样专利就过了。我不懂，我不懂这个领域，不懂这个，维持到多少东西都可以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那我来看一下，好，把它关掉，再来一次，重新搜寻，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好，检索。我们看一下查理王哦，那个很好玩，因为他把那罐子的形式画出来。起笔，哎，没有，我们发现这些就应该就是他们的哦。好，我100还是104页，好多。球形茶砖。OK， 那我后悔了，我重来了。哎，新型新式样好了，我用新式样看到多少新式样？容器，容器食品模具容器好了，我看那个容器好了，来这边专利公报，我们查理王呢？2024就不是了，看一下什么？这也是专利。哎，好，同一企业嘛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有这些东西。极地啊，这我知道是不是放水饺放进去，然后这边放酱油的，然后去微波的，哎，哦，是这样子，哎，你知道这个有那个新式用专利耶，正面背面，我看一下哦，右视图左视图，然后有这些东西，好，我们回头看了，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看这边，沾碟酱，极地水饺好吃哦，来，好来这边。本设计哦，有这些东西呈现出独特的视觉感。然后红色遮蔽部分为本设计不主张的部分，本设计以灰色什么各前置这些东西，所以它有特殊的视觉感。所以呢，这完全不是我们世界哦。好，那我大学的时候参加那个创造发明社，有一个他在讲说，有一个企业他们用一罐机油，他为了设计那个罐子的机油，好像花了1000万。1000万，好像申请专利，新型新的我不知道。他说大家会觉得很笨，对不对？花1000万做这些事情，因为他们的机油是市占率第一名。哎，等我想一下，